为是不是讲几句粗口就会教坏你个仔，又唔见我闹几闹就可以改善社会问题？社会咁多问题，难道我哋去控制？顶你个肺，屌捻极你都仲系唔好懒捻得啫，我细捻睇你面色，即系话你根本冇资格去抨击，话我哋教坏细路，其实系你对我哋冇认识，屋村广场冲。